掉了。这是什么？谢谢宝贝，不用谢，我先去找我的阿姨了哦。嗯，去吧。双鱼猪，爸爸。哎。奶奶让我去跟着她逛街，可以吗？嗯，去吧。好。走。爸爸。哎。奶奶给我买了一个鞋子，还给我买了一个裙子呢。爸爸，我肚子好饿呀。那你谢谢奶奶了吗？谢谢啦。那我们去吃饭吧。好，走。嗨，我的妈妈在一起，我们去看看他吧。走。你想吃汉堡啦？那走吧。哦，叶子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我都是小猫，都舔你衣服啦。走吧。从后面走，这样呢你比较近。走。爸爸，哎，终于到达汉堡店了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嗯。我都好久好久都没吃汉堡了，我开心的都要飞上天了。走。对。爸爸，我们的美食来喽！嘿嘿，看见嘴馋的都流口水了。爸爸，开动吧，来，先尝一口我的智学可乐。谢谢。谢谢我的宝贝。因为很晚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能吃一个面包。叔叔帮我们切成了两份呢。爸爸，你先吃大的，因为呢，我是小孩，要懂得可能让梨嘛。蓉蓉老师教我的，给。谢谢。你要漏掉了。好了好了，放下吧啊。爸爸，满足，走。走，你的口罩。
转一圈我看一下，你喜欢吗？你喜欢吗？嗯，好看。多多点赞，多多订阅，留言，再见，爱你们。